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有他的识别方法。在强制验枪计划下，找合资格人士检验和监督枪户收缉，要望真啲佢张验枪卡，睇下系咪佢本人，记录低啲资料，有需要嗰阵仲可以上网核对。如果检验维修有咩唔妥当，日后都有得跟进啊嘛。